先来块肉。可乐鸡翅，太好吃可乐鸡腿，炒的土豆粉和大宽粉啊，香菇腊肠，还有鱼丸。我不能吃辣椒，一点辣的没有，但炒的也老好吃啊。红烧肉。鸡腿儿，五花肉配辣白菜，嗯，
炒点生菜，点点五花肉。太香了。Come on.